人的身入毒灵，您想清楚了吗？卖个熊，我真正什么都不在。不用提督，我已经最坚固了，你不可能对不动声一无所知。不在呀，真正不在呀。听说金吉生是一名贪生怕死之辈，就想要搞定如此硬气。看来咱这场比赛要通金币。红红归我大宅，你行行我就好。林青，林龙魂，继续多我情用啊！或是你想让入毒灵公司会，也是我想逼出金吉生的口径。呼！慢！我什么都没说，我死也没说，这是什么内容？这是金吉生的短臂可以为人，好，我会修真九重天。我感受到兄弟的怒气，一时挡不住。我就替你动手了，快多换阵容！是。